我打。好。你想怎么打？我打架有三大原则：第一，不准打我的脸；第二，记住我打你的脸。哎呀！啊！叫马小太监！哎想耍诈，那个小鬼抢走了我的技术，你叫他还给我，我就再跟你打。哎呀，哎呦，好痛啊！你是不是拿人家东西啊？没有啊，谁拿他东西了？快点打他，打！哎，你拿他手上，你还敢说没有？我告诉你啊，我回去找帮手来，你就知道错了。我师父武功盖世，打个喷嚏也叫你七孔流血。你师父谁？就是平生不见陈公公。变成英雄也枉然的海大富海公公。海大富是你师父？怕啦？嘿，怕他笑了。哎，是不是很好玩？玩是好玩了，不过就是功夫差了点。嗯，哎，我看这样啊，你